当然是就进球的那一球。嗯，对，就是那一球让全场都是。印象很刻，最严重就是真的是陈彦平那一球，因为凌空抽射那一球，真的很少见的。台湾球手真的比较少见。因为我们以前大学就是足球社的，你知道，所以我们就发了足球很多年。那我觉得就是近两年吧，就是我们看下来就觉得，就是台湾原本是足球社，然后就渐渐起来。我觉得打法是真的有些在变化，我觉得防守是真的有是有进步，但是真的还有一些细节还在加油。那、啊、进攻的话，就是长传啊、传控啊都打过，可是关键还在找出路。就比如说我要转进攻，防守转进攻，人员站位或者跑动，就常常还是到不了那个。那就变成说，这进攻会卡，这两三年来看，都还是有问题。防守部分的话，有些时候还是觉得会漏。真的是一些细节，那一瞬间的细节可能都没顾